总好过没有任何地方去。舔一下，再做一次。等会儿，咱俩先舔一下，不能再舔了。你靠近他，说完话你就说完话，他可以放下。就是我说高潮，不是前奏，需要前奏。高潮，来，总好过没有任何地方吸引你，好吗？看他还睁着眼睛，你笑一下。嗯，哎，接受了。突然间，一个眼睛都能睁开了，感觉。咋的呀？你是为音乐而生，音乐之子。你为什么自己嘴巴要举一下？